MV 独家曝光，听听自嗨像蔡依林，偷酒心小帅弟还要车震。谁跟你说婷婷在跳听嗷嗷的？婷婷今天为新歌《弟弟》拍 MV， 新歌终于可以听完整一点，很猫。确定不是在怕拐骗吗？今天就是这个造型也很美，穿得很像不像蔡依林？像不像蔡依林？也像啊，有啊。这个怎么那么闲适啊？这一根，这个，哎，小弟弟不要停，不要停。今天的 MV 是勇者杨老板赞助的，还包括廖兰、林宝、Jenny、法拉利等名车。开门，跨出来。看还有四个嫩弟舞裙助阵，跳着跳着我就有一种顶好感。而且主角小帅弟还默默换人了。最大尺度哦，就是差不多就好了。亲摸摸，然后或者是抱抱。没有嘞，因为也不是男朋友。亲密一点，我们假装亲一下啊。婷婷真的要揪一下，揪咪一下，揪咪一下，婷婷揪咪，你要亲三，揪咪一下，再一次，婷婷再一次，再一次没有拍到，慢一点，再一次，婷婷再一次慢一点，让我们大哥捕捉一下画面。人家会害羞，不要吓到人家，对不对？这样慢慢来嘛。有可能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有可能哦，就不可能也变成有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回来 online 车站，你来进去坐一下。我到。苹果十二周年爆料拿大奖，200万等着您！独家给苹果照片、影片或者独立采访的公民新闻，点阅数每周最高一名20万，全月最高一名200万，改变社会，从爆料做起。